主料香椿200克，色鸡蛋6个，辅料食用油盐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香椿洗净切断，鸡蛋打入，加入适量精盐搅匀备用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待油热放入搅拌好的香椿鸡蛋翻炒，待全部煎好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，如果想摊成饼状，就要少放香椿，我这个怕香椿老了就都放里了，很难摊成饼状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